足球俱乐部，啊，就在全拉烫，很妙吧？这个就在曼哈顿 Bridge 下面。师傅，对的，这是纽约。
啡店。East Broadway 东百老汇，号称福州大街。
cool. I had never been out.哦，今天武昌没开。咦？不会吧？今天礼拜二。这边是加拿大最多老外喜欢来的，哇，好多人啊，开心啊！这之前也来采访过，南华茶室，老外最爱。你看，各位拍照拍照。
家 hotel， 上面 rooftop 还不错，晚上以前晚上会上去。对呀、啊。OK。Oh no。哈特布里奇的桥墩，带你们去走到一段看看。走看看啊，大好天气，哇，越来越热了，哇哇哇，好脏啊，就是这么脏，对的，盖楼了。再有一个点，就是著名的拍照景点。对吗？到的苏州大街。
旁边人家地铁会过去。哦，没有，这是车子，地铁是下面。街头了 ，This is Chinatown。这才是 East Broadway 福州大街。每次看有人从这个破洞拍照，对的。太多了，你要我找一个地方给你们看。从这里的传说中的破洞必拍，好好动来了，帅啊，后面还不错，
港式早午餐。还有一道，哇，再到新州炒公仔面，台东啊。